相亲相到兄弟的女儿，他竟然不是那小子想干啥呀？这时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想当我女婿是不？啊，他欺负我，我欺负你，我还能解释吗？你解释啥呀？你解释啊？你不解释了？我安排的，你安排的。有一个小伙看上我闺女了，我怕他呀成天死缠烂打，我就合计啊给我闺女安排个相亲，让他彻底死了心。这不想起你来了吗？想让你帮我演一下，别人不放心呢，还是你靠谱。哎，你还别说哈，你跟我闺女也挺像那回事儿的。原来你闺女不是你俩，你别整哥，不是哥，别整。这不都为了孩子吗？你说你帮我这么大忙，请你喝酒去。走走走，你干啥？你爸这？哎，你俩不对劲儿啊！把手拉上，哎，这才像话。没看你啊，面太烫了，我晾会儿再吃。不烫啊，赶快吃。闺女，你妈给你打钱没啊？给爸转点呗。张哥，你咋还管你闺女要钱呢？不用你管，不用你管。不是你爸喝的两瓶就睡着了。没事没事，人都这样。说，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丝袜？病吧你，找我年纪学点好听的。这有什么的？我爸跟别人打电话就这样，不光问丝袜，还问晚上要不要带。哎，孩子跟你爸一天学点好行不行啊？哼，哎，说，我去买水，你喝什么？随便。别随便了，一起去吧。喊你爸。哎，你别喊他了，他叫大。你爸扔这儿了。什么呀？你别叫我叔了呗，你爸不在的时候你叫哥呗。你喜欢什么我就叫什么。你紧张什么呀？都出汗了。没紧张，我没发现你还挺甜的。我甜啊？我哪甜啊？哪儿都甜。爸，谁甜？